大家好，我叫张佳瑜，来自四川成都。我是2011年7月份来的奥克兰，就读于新西兰教育学院商科班。通过8个月的商科学习直通班学习，我顺利的毕业于新西兰教育学院，现就读于 Unitec 理工学院，继续我的本科商科文凭的学习。在新西兰教育学院商科学习期间，在新西兰教育学院老师的热情帮助下，我的英语进步得非常快。奥克兰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，欢迎大家来奥克兰学习生活。相信在 NASE 老师的帮助下，你们一定会度过一段充实快乐的学习生活。谢谢大家。